灵眸运动相机使用方便，任何人都能轻松上手。短按快速切换按键，切换至视频模式，设置分辨率和帧率，并开启 Rocksteady 进行拍摄，以获得稳定流畅的画面。接下来，短按一次快速切换按键，向左滑动，选择拍照模式，您可以进行拍照。拍摄完成后，进入回放界面，观看实时拍摄的视频或照片。快来试试吧！感谢您的观看。